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集嘅坚持开封啦。咁我今集想同大家介绍啲咩嘅，你要睇到噶啦。咁就系蒙面超人，就系咁啦。咁系啦，咁呢套嘢计埋就好似系，如果唔计个剧场版咧，就系、是，唉，我唔知啊。总之一盒就130。咁三盒咧就130×3，你自己计啦吓。咁样咧，嗰只剧场版咧就45蚊嘅，咁佢就收我40蚊啦。咁系啦，因为我一次过买三盒，所以佢要收平我，仲要送埋张所谓嘅 VIP 卡俾我。OK， 咁系啦。咁好啦，俾大家睇下先。好。第一盒、第二盒、第三盒、第冇啊，剧场版。OK， 咁我先俾大家睇下啦。我哋而家就开封咗呢一盒先啦。开封完先俾埋大家睇嗰啲左啊、右啊，同埋。后面咁样啦，好，咁开封咗第一盒，系啦，咁样好啦，开封咗第二盒啦，咁嚟到第三盒啦，好啦，咁第三盒都开封完啦，好啦，最后就轮到剧场版啦，咁我哋而家开封埋佢先。咁最后剧场版都开封埋啦。咁我哋而家就由第一盒开始睇下里面到底系点噶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开始啦。好啦，咁第一盒嘅啦封面，喂咁难开嘅 ，OK。好，睇下呢个 box set 系点先，好鬼神。好啦，咁样后面系啦，咁样就后面系一样啦，个盒同埋呢个套，好啦，我哋而家睇下里面。其实咧，为咗悭位咯，所以就买呢一个 box set。因为咧，如果买一集集嗰啲嘅话咧，就会好牙位嘅。好，第二只。咁佢呢一个就用咗海撒咧，就用咗呢个做封面啦。系啦，咁样呢度就系一个接，因为我未睇。总之、就有三个形态，这个好像就是那个爆裂形态来的。咁另外呢有一只是黑色的。我估呢可能呢就在第三盒那里啦。OK。是啦。咁我怀疑呢第三盒呢应该呢就会是这只来的。加速形态。好啦。第三盒我现在开埋你啦。嗱这个好顺咯。这个开得。OK， 咁睇埋，都系冇嘅。哦，当我冇讲过啦，原来都系冇噶，得爆裂形态同埋普通形态嘅啫。OK， 就系咁啦。
系啦，咁样剧集版咧，我即系我而家就将佢合翻埋啦，将咁多盒，咁样咧，佢哋侧边咧都系有佢哋个样喺度嘅。咁就最后就俾大家睇埋个剧场版系点噶啦。咁其实咧，佢系有啲类似啲珍珠纸咧咁样啊个质地。嗰、那个呢、這个DVD 套嘅，即系 DVD 呢一块嗰啲呢个嘢咧系。是珍珠紙做的，唔係唔係，即係嗰個嘢咧，望係珍珠紙咁樣色咯，閃亮亮咁樣咧。有啲珍珠紙係咁樣噶嘛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咧？咁係啦，側邊咧就係咁嘅。咁俾埋大家睇後面啦。咁而家就開埋佢。哦，原来里面是这样的。那这边就是天帝啦，这边就是海撒啦，那中间就是五五啦，那后面那些就是量产兵啦。 OK， 那是啦，咁其實咧，點解會無啦啦走去買五五咧？咁啊，都要講翻嘅就係、是，其實咧，我自己中意嘅無面超人咧，係細個嗰陣時咧就喺亞視睇過一啲無面超人咁樣啦。以前咧，無面超人咧就係亞視做嘅咁樣。我最中意嘅無面超人咧就係 RX 啦。咁佢有三個形態，咁我最中意佢嘅形態咧就係黑橙色嗰只咯。咁同埋咧，佢隻眼就好似係紅色嘅，我印象中有冇記錯咧？唔記得啦。總之佢黑橙色嗰只咧，我就最中意嘅喺 RX 裏邊。咁後來咧，我就到比較2000年代嗰啲咧，我就比較係中意綠騎同埋。咁一來係個故事，我覺得都 OK 嘅。咁同埋就點講咧，即係 TVB 配音，咁同埋TVB 配音配得好咯。咁係啦，所以我就買咗呢三盒嘅 box set 啦。咁樣咁俾大家睇下，係啦。因為 TVB 粵語配音，所以我就買咗啦。咁其實我喺網嗰度就其實睇咗呢個劇場版嘅啦，喺 YouTube 嗰度有人放咗上網。咁係啦，其實就劇場版嘅配音，我覺得係爭少少噶。是怎样呢，我觉得很不自然啊，他们的配音。那是啦， TVB 的真的啊，即是比较好听啊 TVB。但是就即是剧场版部分有些人都是不错的，但是就即是没有 TVB 那么好咯。那如果是剧场版是其他的freelance 配，我都會覺得 OK 嘅，但係即係我唔知啊，我唔知點講啊。總之佢呢個劇場版嘅配音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買過 Gundam Seed Destiny 啦。咁樣 Gundam Seed 啊，唔係 ，sorry 係 Gundam Seed 啫。咁 Gundam Seed 咧就啲配音又係好唔掂啊，我覺得。但係相對係比嗰、那個雷射出嘅 Alpha 已經係好好多噶啦，其實，咁係啦。
咁其實嗰班人咧就係、是，我覺得係專配雷射嘅，有幾個，但係佢哋係 O K 嘅，但係就唔知咩名，真係唔知道，但係就係啦，總之呢一、這個劇場版嘅配音真係好唔自然咯，但係要咁樣買埋先完美啊，所以我最後都係買咗呢個劇場版嘅，就係咁啦，咁好啦。OK， 咁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。如果你想支持我嘅话，你可以 like 呢一条片啦，同埋订阅我嘅 channel 啦。咁系啦，最后就嚟紧我会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。碟咁样嘅，好，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好，拜拜。